老朋友，你们看小牛身材变了没有？朋友们都想看小牛穿上战袍是什么样子啊？今天就满足一下大家的要求。今天呢，先去舞蹈室，先练习一下，然后后面的话再给朋友们再专门认真的再拍一支好看的舞蹈啊。然后现在我先去准备一下，我现在洗脸一般都用这种洗脸巾呢，因为这种洗脸巾它很大包，不用经常换，商家也很贴心，然后每次都送挂钩啊。不过这个是我以前贴的挂钩，现在不用换，然后用的时候就往下一抽，你看就这么抽出来就可以洗脸了。这个洗脸巾它是干湿两用的，一面平纹一面珍珠纹，这个很厚实的。它这个洗脸巾它很大张，洗完了之后呢还可以擦擦这个水台呀、镜面呀之类的，然后就把它扔掉就可以了，这样的话就很干净很卫生，你不容易滋生细菌。我的舞蹈鞋，朋友们我先去换练功服，期待一下啊。这个一个完整的舞蹈的结果，我发现一节课下来我才学了一点点啊，这个真的是一看就会啊，然后就一练就废。朋友们你们给小牛一点点时间，一定给朋友们交一个满意的答卷好不好？好了，拜拜。